对男孩子来说，今年最幸运的事儿，应该就是你遇到一个女孩，她的出现让你爱不释手，让你对生活重新有了期待。你真的很喜欢她，想一直陪伴。不是所有相遇都有结果，但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是上上签了。虽然我不能保证不惹你生气，但是我能保证我的偏爱和例外只属于你。你的出现是我幸运的起点，也是我幸福的开始。希望我们以后不管有任何事情，都不许隐瞒欺骗对方，善意的谎言也不可以。去哪里要告诉我，要和别的异性保持距离，不许冷暴力，有不满就说出来。看到我发的信息一定要及时回复，吵架不许关机，不许不接电话，不许拉对方到黑名单，更不能每次吵架都把分手当王牌。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共同维护这段感情，永远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